下礼拜一如何办呀？上十日，喺各种售后开好嘅日的，唔过对人退房，过多天气嘅生意呢，还有部分总退房嘅生意来讲，系一般规模汹涌嘅开好日，因为受到不太水嘅影响，过多好高呢。速度顺快，无法吐松口。有前各位中小学生的，只有提拍的天气来开学。今本一开始呢，客家新闻如何屯强下关心在其学生的个吐松问题？还有电脑，电脑也有。那现在呢？都没有啦。怎么会？怎么回事？土石流啊！土石，一下全部被土石流淹了。那么乡乡民出国后六年生的阿汉，在乡里头年初民工出的生意呢？爸爸是在前一年规划都好转到屏东买家，没想到一场天灾，屋卡冇的，同乡民讲呢，富光山到高雄旗山的三千种钱。有了个大问题，嘿，俺来总体不同的收容所，不同的收容所对，他赶紧落来那两几脚的又冇查的，啊，俺爷的收容所俺用恐吓来投诉。我到家中又打电话来，睇不同收容所讲，刚才生意一样贵特殊咯，啊个你也嘛一样攀咯。那么遐强在前洋葱，好搞单单打枪枪，民族国小迄在后天在富豪嘅好搞，硬是枪是家用岐山国小九十三科，国家一切动关心同热心肌肤，开学事情好搞代替准备好些嘅，不过青葱也按资问题，开学过后怎样开始？我们民族国小目前在岐山国小这边借用他们的古籍教室。准备复学啦，那我们的小朋友是会随着我们的社区啊，会随着我们的社区，他们迁到哪里，小朋友就会跟着迁到哪里去。民族国小问题，每所有在其学校和配的每所开学会读到的问题，交通街、枪海头、高雄烟，主要新一间国小同三间国中，目前的学生诶同外地复学，其中桃园乡出在宝山国小，走进安置头佛村技术学院。一定半年过后，陆凯彤诶，怎会转到年来学校上课？我们的安置的部分是采多元的安置哈，就学的安置之外，那他们住宿的地点哈，也有一些是集中住宿地点。我们河村这个地方，我们是安置我们桃园乡的一所国中，四个国小，它的总人数学生是450个，老师是将近100个。在我们目前调查的情况之下，大部分都会回来就读。三千万那最扶持马家，假如无体力，时常早清爱去到爱去上课。小朋友下感觉系，有些同学再也看唔到诶，当伤心。我们大概会整个心理辅导中心的资源，整个会投入，然后在就是在一个带状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心辅人员在学校住在学校，然后呢，随时提供小朋友的属于创伤治疗的部分跟悲伤陪伴的部分。今年三四月，全国中小学做开学的，在其学生的三无半点欢喜，惊得顾不上离开家园，甚至还要亲自分开，惊得寄希望在后重建较佳的位，做得及时的转到黑清官的户口。下个新闻，罗英正、钟雄修、高雄气象报道。